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可以再一次，谢福安，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吗？是你叫我尽量刷的。问题是你每次买那么多相框在我房间干嘛啊？这一次啊，我会帮你小心的保存这些回忆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每一张照片啊，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。等我们拍完婚纱照之后啊，这个房间全部都会是我们的故事。我要摆两个大头在那边，然后你每天都看得到我的脸。但这个要摆哪里？摆哪里都不重要，反正以后这个房间的照片都会是在福满山拍的。哎，我还没有告诉你，我们明天会回福满山拍婚纱吗？没有，你不是说你明天要进公司，所以在市区随便摆就好？以我的能力，不回公司也是可以啊。反正我们明天就是要回福满山拍照。是你不想去？想，是当然想去啊！我好想要回山上看奶奶哦，我也很想念村长，也很想念胖呆，连山上的油桐花我都很想念。那你想念的东西还真多。给你。油桐花的盆栽啊。本来是想开花的时候再送给你，不过还是现在送给你好了，免得到时候发生什么事送不出去。是你第一次主动亲我哎，那怎样？不喜欢？不喜欢也没办法。不过你的接吻技巧是有待加强的，你现在可以多练习一点。福满山那么大，你就找到这个鬼地方拍照啊？没有办法，新娘特别要求的。谢福安，我们是来拍婚纱了吧？不是来受难的，来这里干嘛？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意义很重大，哎，拍照当然要来这里啊！哎，你放心啦。前方在干嘛啊？放心啦，村长早就把他铁皮的绑了。哎，快拍，就是这一刻。来，两位看这边，来，加一个，加一个，哎，开心一点，来，再开心一点，来，看这边啊。太好了，今天已经可以开工大吉的。你好啊，来，快点，谢谢，来，好。我这边，好，这边，哎，对，小这边一点，收回。靠近一点，好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这是我的习惯，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啊，都会这样喊。
会在这边写药方，胖皮蛋呢会在这边写功课。还有，你看那屋顶上面破一个洞，对不对？以前下雨的时候都会漏水，超麻烦的。厨房在那边，以前我们家没有瓦斯炉，我超会生火的哦。还有，你看这个，哇，这个可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耶。可惜下山的时候经费有限，要不然啊，我一定把它背下去修理。拜托小姐，800年前的机种哪有零件换啊？哎，请你放尊重一点，严大峰先生，这台电视机啊。可是我爸爸妈妈当初在中药工会的时候抽奖抽中的耶，你都不知道当时的场面啊，简直是那个。简直是怎样？那时候电视机刚抽中还没有装到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反正就是简直就是很那个就对了啦。要是当时可以看到就好了。奶奶还有留下一张照片，可是我爸爸妈妈的样子啊。我现在有点记不太清楚了。也许中药工会找得到那卷袋子。奶奶，严大峰对我很好，没有欺负我。我应该早点回来的哦，你一定等我很久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看那是什么？当归呀，这棵大树下长的当归，就代表奶奶希望我跟皮蛋可以常常回来看她。她不喜欢一个人待在这里。哦，笨蛋，当归不是杂草。这一定是你们村长，不然就是谁种的，好不好？那可能是他们想要提醒我，不可以忘了福满山的家。好，等我们以后结了婚，有我在的地方，才是你家。所以，不管是你想回来看奶奶，还是想回来福满山。我一定会陪你，好吗？我要洗碟，忘了拿给村长了。好，走。你跟奶奶说拜拜。奶奶拜拜。奶奶再见。